微博香港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谭耀文，饰演的狱长沈狱长。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个沈字，因为可能我之前有个角色是很深入的，自己都喜欢的，就是姓沈。当中是很难讲，今天可以跟你好朋友，听日可能因为一些事，因为一些冲突 暴动 要做事，所以要做事，咁大家就要嗰、那个角色要分清好清楚啦。捣乱喺我间房夠胆捣乱喺我间房。咁你话死唔死？咁一定死緊咯佢哋。咁但係有啲大家都 build up 晒情绪嘅，已经好燥㗎啦，已经系即係个燥燥地，咁但係又要 compromise 大家意见。咁好多好多好多沙石喺度，咁样控制捣乱啊，同埋控制佢哋好似当自己即係喺呢个戏里面嘅肉酱啊，就当佢个好似棋子咁样行。即係佢裏面就分咗好多幫派嘅，